日前新港乡月牌社区举办着五日节的庆祝活动，在现场是特别用油饭来取代着肉粽，提供给民众品尝。嘉义县议员吴启和和新港乡的代表拢特别到场，和村长佮有村民做伙来庆祝五日节，气氛闹热滚滚。日前在月满村的活动中心举办端午佳节粽飘香的欢庆活动。月牌村的村长带着村民做伙伫活动中心外口食着油饭，现场甲伊关议员黄启豪以及新港乡的代表拢甲月牌村甲村民做伙庆祝端午节。今日吼月牌社区吼，甲阮月牌村办公室吼，来办着这个庆端午的这个活动吼，庄内有满66岁，去里拢有。来发到这个这油饭吼，一人一盒安尼啦，祝大家佳节愉快安尼。咱每一年吼，咱月牌社区啊，拢这个端午节前夕，就来发到油饭啊，来祝福咱所有的村民啊，这个端午佳节快乐。咱月牌村吼，咱满65岁以上，我看经过统计吼，有大概460位的这个村民长辈。我感觉讲用这个油饭来代替这个肉粽吼，也是一个真好的方法哦，会当较干性。咱村长吼，含咱这个社区发展协会啊，聘请咱知名的这个豆汁师吼，来煮这做好食油饭，要送予咱所有的村民长辈，祝大家端午佳节愉快。在外卖村活动中心外口，欢笑声不断。这摆将肉粽换做油饭，也是真好的教师。大家拢来到这个所在，做伙开讲。欢喜的度过一个美好的一天。世新新闻台朝新港乡采访报道。来哟、哦、来哟、哦，这款用卡丸吃落去，一道让你爬玉山，苦乐随爬起来。这款让你用吃落去，一道让你恢复少年时的体力哦。哈！加油啊，拢是无合格。甲恁讲过几落摆啊，唔通乌白买电视、电台广告的药品，迄拢是无合格药品。加油啊，爱问药师，正确的用药安全有5个唔通，唔通听别人推荐的药啊，唔通相信神奇的药效，唔通买路边摊。夜市啊，游览车顶悬卖油啊，唔通食别人送的油啊，唔通推荐油啊给别人。阮以后吼唔敢啦。